我跟朱江在用卧草资源弄了一个绕哲学的社群，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在绕哲学发起一个专案，是想要把现在网络上公领域上所使用的一些概念，用哲学的方法做词条的说明。那目前还开始做，但是有这样的，大概在下次会跟趋势运动提出来。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，当我们把这些内容写好之后，可能像是这样的内容吧，就是长这样。然后我们想要找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，当做社群的成果，然后把它开放出来。那所以我们会目前没有很。目前没有很准确的提案跟做法，然后我们想，就是我也想用问看有没有人有兴趣跟我们一起讨论，说这个专案可以怎么做。对，目前是这样。然后绕哲学社群，目前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公益学院教育厅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成果。我们在名人堂有一个专栏在放，社群内部的文章。然后，之所以我把它叫哲学萌点，其实是。认为它，我们希望它不，它是一个可以易于引用跟查询的一个平台。这时间到底是我的手机，对，是我的手机。好，然后对，然后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工程师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内容，所以今天来是让大家先有个印象，如果之后有什么成果的话，再跟大家报告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来找我，这样，谢谢大家。